没有吧？对啊，你没有吧？我记得春梅喊过吃鸡鸡吧？怪，这真的很怪。没有，我现在讲餐席第一次没有吧？吃鸡鸡，没有吧？鸡鸡鸡鸡吃鸡鸡吃鸡。怪，怪，因为我现在讲餐席怪，这真的很怪。因为我现在讲餐席，八个 ，hang 开。因为我现在讲餐席，因为我现在讲餐席。换下一个。满意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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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么好的鸡鸡，吃鸡鸡，放火，爷爷，一群大小小的吃鸡鸡。主播能跟如哥拍片吗？一定很好笑。给我屁眼呐！给我屁眼呐！奇怪，我自己很喜欢柯文哲，你怎么不讲？我为什么不能跟柯文哲拍片？除非你喜欢网红。回答我嘛！只能存几个梦，你跟我回来网红片合作吗？怎么不讲？哎，我就看你跟柯文哲合作。哎，不，不要跟海龟，不要跟海龟拍片吗？哎，不，你跟那个川普拍片吗？我想看你跟川普拍片。哎，不，你跟普京拍片吗？我怎么都没看到？奇怪。